Hello，Hello， 是跟韩宇说好你们要一组吗？那你也会到燕山去那儿吗？头疼。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拐弯抹角，男孩子都是这样的，会比较直接一点。累啊，累。我问你问题就是，你心仪的对象是你想选？就是，老师你，如果这一套你带定了之后的话，我还是会过来找你。Hello， 我直接问你啊，你想选哪个对象？谢谢。我这回一定会选你。我当时先跟林宇说，我得留着你。然后我也跟小屁这么说的，而且他们第一院都是我，然后我挺踏实挺放心的。韩宇跟我说了，我跟韩宇都是比较就是全能的，所以说就我跟他两个本来就有默契，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到你很多一些编排上的东西。谢谢，太谢谢了。我接上你了。前面他有选择韩宇，所以我更加的坚定，就是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会融合得很好，然后帮助到易烊千玺。你选谁了？亮亮是你选的吧？对，他肯定选你。你能理解哥的感受吗？那种受了百倍的打击跟冲击。你看我刚刚多活泼，我现在跟一匹死马一样。你就知道点头，也不知道说说话安慰安慰。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易烊千玺。第七轮有两位选手配对成功，九号亮亮成功加入易烊千玺战队。啊，我选易烊千玺。七号王渊振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。我跟你们相交，代表我选你。因为他看中的人他都会给香蕉，跟他走吃了我的香蕉就跟我走啊，你们是我的猴子。再加上罗志祥队长是第一个冲进来的，我肯定会选罗志祥队长。当我什么样的舞种都有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找全能了、啊、那全能他什么都能搭百搭。你太顺利了，你真的太顺利了。把那香蕉把那呢。第八轮开放的房间号码29号李岩，15号龙仔，36号王子奇，32号阿伟。啊，要死了，终于到我了。计时开始。我已经给了几个了？怎么事了？终于等来人了。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想选别人吗？如果你后来找我的话，我肯定会选你的。我现在毛巾就挂你这，其他人我看都不看。那我还是坚持我最初的选择。那我就跟你走。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.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, never turn back again. It's kind of.你能给我看看名单、啊、天赐现在阿伟也赢了一下，因为有的我觉得他不了解，他对我也没感觉，就这种我们也不知道聊啥，所以我最后都没打算进去了。这样死票我不能弄错，不能弄错。我根本怕比你选的他 Lucky。 对，现在咱们队员的三个人都，我简单说一个呗，是这样，因为三个人全碰到这一组，我只有一条毛巾现在能给，但是到最后我会把这个毛巾会给我要的人，我也希望到后面能等我一下，相信我，稍微等我一下。你告诉我你要去谁那？我要去谁那？你想去谁那？我现在特别纠结。我赌了、哦，香蕉给你了。这是我的幸运香蕉 banana， 你吃了就是我们的 team。 如果真的非要不可的人，我一定会去抢。
又跟你相交了是吗？好好选择。哇！你要到处抢人也是？没有啊，你给谁了？你给谁了？对阿伟啊，还是我的嘴。给香蕉了吗？香蕉给了呀。给香蕉就有80%成功。请四位选手做出选择。黄子韬，我选韩庚。我选韩庚。第八轮有两位选手配对成功。36号王子淇成功加入黄子韬战队。32号阿伟成功加入韩庚战队。What？ 你不要再抢我的人了！你不要再抢我的人了！你还要……现在这个三个人是我们组员，然后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我，也可以去选择其他三个人，但我第一选择肯定我是选择你。我会跟李岩谈，让他现在代替我，我会留毛巾给他。所以这一轮你要把毛巾挂给我。对。我要选韩庚。对不起，罗子祥。因为我是韩庚组选出来的，他是直接给我毛巾，所以我很感谢他。进去的时候跟他们去聊的时候，我就很真诚，我告诉你，这条毛巾我会留给你，你等我。我觉得这个互相的这种信任，我觉得也是挺难得的。第九轮开放的房间号码41号，林梦；10号，阿宝；34号，许晨；26号，陈妍真。Niki 能给我吗？我真的，我是求你们了，我已经不求别人了，我求求你们，就是 Niki 能不能让给我 ？Niki 是我一定要的人，你对别人仁慈。别人就会对你残酷。计时开始。你内心有什么想法？目前比较想听你的想法。我已经受了不少打击了，但是其实说实话，你跟张浩，你们两个人的风格就真的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你又特别喜欢张浩的风格，是吧？对。所以他在哪儿，你就会去哪儿吧。Maybe， 有可能。香蕉，香蕉，我爱你。拜托 Niki 来这里，香蕉啊香蕉啊，有人在里面啊。唉，我希望你能过来，你会来吗？哥哥，时间到了，来后，哎，你买给叔，你买给叔。江哈在我这，你应该也会来，该不会不要吧？我要听你接下来说什么。我要拿冠军，我要什么 style 都要有，我需要 hip hop。直接告诉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香蕉都给你。我想要赢了。我也是。而且 I love hip hop。对啊。